大家好，我是小刚，今天出来搞野货。我在这里发现一个洞，看见没有？刨开这些杂草的话，我就发现一个洞，看。这个洞里面很光滑，看见没有？明显有爬过的痕迹，所以我断定里面肯定有东西的。看见没有？特别的光滑。尾巴，我看见一条尾巴了，看着往哪里跑？看见没有？朋友们，有一条尾巴，挖第三指要给你挖出来。哦哟，到处都是洞呀，我去，洞也太多了吧。啊，挖到这边的话也还有洞，看。嚯，挖到什么东西了？挖到莲藕了，吓我一跳呀。挖到一斤莲藕了，嚯，洞太多了，这里面越挖洞越多呀。哦，早知道不挖了，没想到里面洞太多了，一个洞进去挖出五六个洞出来，到处都是洞。你看，挖了这么大一截，都还没挖到黄鳝。哦，哎，看，哦，哎，嚯，看见没有？哦，怎么这么小呀？啊，气死我了！应该不会吧？洞口明明很大的，应该还有，再摸一下，这边应该还有的。太小了吧，这也。哎，还有，这边还有一个洞。这边还有一个洞，刚刚摸到了，应该是这条应该挺大的，累死我了。嚯，看见没有？看见尾巴。看见尾巴了。嚯，看。哇，这条大，这条大。这条差不多有一两左右吧，一两到二两，好长呀。啊，一共挖了两条，难怪说，怎么这个洞里面洞太多了，开头一个洞挖出五六个洞出来。啊，太累了，好久没挖黄鳝了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我是小刚。